粉阳三妹掌声么耶，龙太个拜下耶！大家好，我是黎颖，新的一年呢，祝福大家恭喜发财！大家好，我是吉娜，明年是马年吼，希望大家马年行太顺。大家好，我是建议飞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我知道我懂幸福，你好诶，你好台商要思维。安讲的什么耶？所以我在里面吗？对，你是咩？哦，不过东方喜啦，上面唱歌都懂好听。
吼，口音变遐咩同好同好，特别系建议飞，吼，爱滴别个节目没有读到佮。哦，佮真人唱歌同好同好听。系啊，韩国十二个吃到家下计数第三条，唱的几条歌曲，计三条，幸福快乐，感觉一下发的精彩，又吃到就会这个讲个幸福夫妻的成分嘛。真紧的，过年没懂事好了。系啊，要不要组一张团？哎，对哈，唱歌哎，真的你不说我都发现。S H E，S H E，哈嘎版的 S H E 出现哦。系啊，毋庸置疑，出现。哎啦！我跟你讲啊，无啦，以后就三傻出去赚钱，挨估计输钱，挨做经纪人，挨来主持好了。好啊，好啊。不过根本呢吼，是团圆饭吼，要龙太家来诶讲一下诶个诶新嘅一年呐，有嘛个计划冇？计划？最近就是因为忙尾牙，那新的一年希望自己会有新的作品，当然是包括就是客语的这方面的歌唱。哇！对，希望自己还可以再加强。真的对，我都买什么你嘛？因为建议飞啊，给糖也是客家话，给妈妈是客家。外国，哎，外国。哎，我爱知道汤食，我都经常喊起阿妹，你是不？你要用客家话来讲，客家讲新年快乐嘛？阿妹，你用阿妹的方式来讲好吗？太家好，祝太家新年快乐！耶！快！节目就懂好哈。我要点歌，好，要点歌。因为懂发毛算，讲话不算，真的。唱歌当成唱歌才算，好不好？唱歌，他的歌唱实力有目共睹了。来一段好不好？阿妹的歌，要阿妹是不是？要阿妹，不然要先要上身。好，来来来，好来来，那我们就来唱一个那个他的成名曲，好，姐妹，好不好？大家的手要借给我，准备喽，预备，开始。你是我的姐妹，你是我的 baby， oh yeah， 不管相隔多远，你是我的姐妹，你是我的 baby， oh yeah， 真爱这份感觉。签名啊，我爱在一同来爸爸走。来，我可以去当和音吗？刚才这样太浪费了。太浪费！最近懂枪吼，对呀，赏了安枪哦。最近呢，不过跟阿叔吃到旁边那 A 啦，唱歌应该没懂力。哦，他超可怕的，真的，不走的，不走的。哎，不，你谦虚了。我跟你讲，你会下歌，又会唱歌哎。哇，要不要来一段？阿全麦讲唔懂歪呢？阿全麦，嗯，哦，那。乐聪一个不能输他哦！哎呀，他不会，他惠妮休斯顿，哇，惠妮休斯顿，来来来来来 ，OK。Now I'm saving all my love, yet I'm saving all my love, and yes I'm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。很好听，哎呀，他演的迷鬼嘞啦，真累耶。是团圆饭哦，淋一滴滴的酒，就是有一种微醺的感觉，真的很好听哦。哎，他家讲什么懂，真劲懂腔，会唱。不过哎，懂到会唱哎，又会做戏，你旁边那位主黑，辣子，哎呀，什么什么，辣子是那一年有嘛个地方冇同观众朋友讲？明年呢，我还是有一些舞台剧跟戏剧的演出，然后我有跟朋友在讨论。就是我们想要做一个用客家的歌跟客家的语言来做的一个戏，然后希望是谈到比较早一点点的台湾。嗯，对，明年有这个计划。哇，都有心呢。哎，那跟来上哈台上俩等于都做得用哎哈，我们台上也可以用，又可以唱又可以演，高度也够，身材也好。自己说自家讲有冇哈？不过之前当翻译啦，什么讲什么来唱很多好听的歌曲本来你，希望呢后生人再个唱很多客家歌本来你好冇？什么歌的？什么歌的？阿杰妹，给唐一树冇唔拉啦，真劲唔拉。三好来欢迎，今日就带来耶，来超黑客欢迎。